甲，那直接就用身体来保一下病患了。哎，搞起来，搞起来！哦，谢谢啊！实在是自己的雕像把玫瑰雕像推走了，对吧？我不牵个长弓，我牵个闪的啊！但是得他不敢啊，他怕你这边。你敢那边是给逼走，但是他盘高尔明现在很尴尬。对，因为杂技的话，我有球有飞轮，其实你红蝶刀那么短不好拦，而且这边，叮叮叮，哦吼，哦，你红蝶刀那么短不太好拦，而且这边好像要擦肩而过了。完了，那边反跑了，哇，接球了，位置太稳定了，哇，去拦地。完美的躲掉了曲月的一个搜查路线，对的，海边没有，小门没有，这会再到拦地窖了，他已经进门了，天哪，曲月有点可惜啊。这是利用了祭司的一个小雷弱，对，而且他的话是觉得你没切信徒，我先翻了，结果小门直接切过来，你们力道正确，被车撞了，稳健，脑子有点空白，就很晕。两个是两个一起被晕，三兄弟全被撞。祭司刚醒来，哎呦，算是一个小插曲吧。对，是节奏还是小陈会偏好一点？对，稍微多拖了十秒钟吧，就大家原地罚站十秒钟。两个人了，怎么闪闪子？大刀，又有拿到这一刀。再交一个磁铁，一波弹，直接弹墙上，但两个人都晕了。对，你过来呀、啊！你别跑路啊！又看一下这个碟了，看一下这个碟。怎么闪闪子？大刀。两块板子交接的一个地方，要戳下一个碟，哇！碟没想到的刀翻过去了，这两块板子感觉让东玄很难受啊！鬼儿子当了个飞檐铺盖在，现在就看我的了。其实主要还是由于他现在还没有又没有拿到这一刀。是的，东玄已经有点急了，这几刀出的，而且前面还有一块薄板。是，打我！打我！这里想飞。一刀，哇！主要还是红蝶的，这太好了。红蝶的一阶飞是比较慢的，所以给到穷者有一定的反应机会。哎，直接被打倒了。是的。那边的话，第四台、第五台都已经开掉了。太远的话，因为娃娃这边选择过来帮忙放板。对，在。看到了呀，又想抽刀。博弈，两边都在博弈。我都说你还想抽。哎呦，这又被拿到了，拿捏了，拿捏了。拉了要光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。还没错，如果失败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。Round three， 看到这个闪现光扛到这一刀，那这一把你也成功了。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。哦呦，一个心愿吸到了，吸到了板了，刚好还砸一下，这个能忍。现在针对心里也不晚，可以说去保一个平局。因为门的话应该是地窖啊。耶！你妈的！门的话应该是有个地窖啊，不过有闪，对，不过有闪。这边小城看到地窖，很害怕，直接击倒。那边能走吗？邮差在哪儿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邮差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我来。谢谢。
很久以前丢的磁铁吧？这转行了哟，这求生者不干了。这是不是很久以前丢的磁铁被佣兵给捡了？好像是，就刚好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佣兵，这个弹真的有点匪夷所思。不要的佣兵给你了。或者说脸上有人呢，就拿着你的闪现去击倒他吗？看我的眼！哦，这边哎。这里狮子这一个钩锁没有想到，哎，那救不下来了，是有闪现的，想到了，对啊，那只能 A 回光返照，然后亮再把人救下来，那这样就会给到一个低保的一波节奏，能拉近距离了。对，前面近板它是有台板的，鸟也没给出来，对，它是直接过，它没想到东旋头这么贴，对，提前下好，这样子先知才有可能活，动呢来了。来了，是的，这也得开个兴奋。兴奋过，鸟还是没给出来。而且飞轮还给挤的，还得看小迪这边。还有一个洞。但是板子的话，因为前期已经踩过了，所以这里也没有一波下次牵制的空间。这波博弈，东玄又想打针对，因为我知道你要挂飞了，我就直接打针对了，不会出刀了，一刀非常的准啊。也打到了祭司，他修到68，再一脚直接又回到55，等于拖了这么久的时间，就没有办法。先记录一波。哎，这波看到了。这次感受到了，找得非常的精准啊！是，那最终也是完成了一波四抓，